和老公回农村改造了房子，今天请师傅把小院围墙的。你走开！我们用这个给小米做个裤子吧。这个做个裤子怎么穿？哎，等一下我试一下啊。小米穿裤裤喽！小米给你穿裤裤喽！来，剪刀穿进去。哦，好，真的都留下来了。姨妈要来一个月，怎么过啊？小米，这有个人帮我剪。围墙刷上腻子都已经很好看了，再配上青瓦花格也太搭了，花瓷也要刷白，楼上屋顶也顺便刷一下，仔仔在偷师学艺。这个门会不会很难装哦？应该还好吧，看起来很简单。牛哥，牛哥，姐，啊，过来帮我扶一下。好。哦，还挺轻的这个。是啊。哇，马上花园的感觉就出来了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啊，到时候在那个门上种上那个蔷薇啊什么之类的。We'll be right back.
我老公回农村改造了房子，今天把小院整理干净，铺草皮，还来看看阿春养的鱼。然后就是我们鱼池里面的了，先寄养在这里。哦，真的很漂亮啊、哦！你给它喂白菜吗？现在先把这个门拆下来。
下。 It's beautiful life， 遇见你是美丽。再来个决赛，小心啊，不要卡在那里了。卡在那里你就出不来了。慢一点。先。啊？帮我那根针来，被刺着了。我看一下在哪里啊？这里啊，你看，扎得很深啊。那我去拿针，以前我被刺扎了，我外婆就是这样给我挑出来的，那么长，这么长，好痛，我搞不进去，错了，那个才是做的，这个是靠背啊，你怎么弄成做的了？这是靠背啊，还笑，你简直就是一个猪队友，那个螺丝帽给他悬上去没有？上反了了，傻子啊。我说怎么站不进去啊？哎呦，小米，好痛！这什么水这么滑？给你补充点能量，是尿。是我指的脚。还是在里面舒服一点，没那么晒。是啊。刚才就应该在里面偏，现在给它弹出去哈。太大个了。你走前面。好的。你说重不重？很重啊。这桌子好宽啊。坐一下。好舒服啊。来，加一杯。可以了吗？可以。打开看一下。很好，在拱门边上种两颗龙砂宝石，一边种一颗，
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花，你这个龙沙宝石。这个，过两个月就开花了。现在叶子都没有，还过两个月，藤都长不起来。只要给它养好一点，上肥料上勤一点，它就会开花哈、哦。